说说他们的事吧。在来时的路上，当时忙着赶路嘛。所以，奥托杀死我之后，什么也没有做。对，出手的是姬子。他死了吗？他掉进了虚数空间。真可惜，他是位可敬的战士。可是，把弑神装甲交给姬子，他的目的是用爱的力量换回绿城。就是说绕了一大圈，一切还是按照他的剧本走。哼，这家伙是什么人？是他像不像这个世界的主宰？不对，主宰不合适，他就像是编剧。你忘了500年前他有多惨？可他就猜不到我会复活。他知道的，他特意治好了这具身体。不，他猜不到我会这样复活。你知道我是怎么揍他的吗？你说过很多遍了。真的很有意思，看他的眼睛就知道，他绝对没想到会死在这里。他不过是换了具身体。嗯，那也算是死了。毕竟，我应该这么做。这边，前方有崩坏的味道，竟敢在我的家乡撒野，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。唉，难得回一趟家，做做大扫除也不坏，你说呢？太虚山从未有过这么强的崩坏反应。活动活动筋骨，身心都会觉得舒畅，你觉得呢？不，我感觉不到。扫除是个好点子，嗯，好点子。唉，我有点厌倦了。我应该做什么？应该去哪里？不能总这样拖延下去。外面打扫干净了，接下来我一直在逃避，再拖延时间，但该来的总是要来，是时候收拾自己的心情了。我在这座山上找到了多少雨都尘？10片有吗？不止。每一片雨都尘都是我的分身，他们归还了属于我的力量与记忆，收回的越多，就越难对这世界无动于衷。休息的时间要结束了，我得成为浮华了。你做好准备了吗？你希望我把力量交还给你？我希望你成为我的一部分。这是不可能的。我明白，我也很抱歉。不是你以为的那样。来，你试一试吧，我不会做任何抵抗。只要我不同意，你想反抗也没办法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两个不同的灵魂。不同的灵魂，你代表过去，我代表现在，才不是这么愚蠢的理由，对不对？真正的原因是，你觉得你比我更纯正，你认为你是个比我更配得上的浮华。其实，你只是一根羽毛，你应该已经知道，这是事实了。事实？事实就是除你以外的所有雨都尘，一见到我就俯首称臣。事实就是只有你脑子有问题，你太固执了。看不清楚事实的人是你，我。你还活在过去，明白吗？你还把自己当作梅博士的工具。时代变了，我们不用扮演融合战士，不用扮演女武神，或者圣弗雷亚的学生，我们可以做自己了，真正的自己。你看。一切都从这里开始，这是早期记忆里最鲜明的一幕。
现在想想，其实事情早有眉目。袭击爸爸的那个东西，不用说就是所谓的死士了。崩坏不是瞬间爆发的，它总是慢慢积攒力量。我的生活早就和崩坏相连了，但直到这里，这儿才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它。甚至连这女孩的名字都忘记了，但这一幕却依然清晰。因为就在这里，我们做出了选择，选择了战斗，就是你一直念叨的行侠仗义呢。现在的我们根本不把这种程度的威胁放在眼里，这又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拥有力。你记得他吗？从未忘记过。那你应该也记得他是怎么死的？他在澳洲支部变成了绿者。我们想尽办法救他，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他面前，他没有攻击我，他还记得我，然后梅博士命令凯文杀了他。好讽刺啊，每次想起奎安娜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队长。好讽刺啊，可我们只是工具，我们无话可说。如果最上头的人认为绿者无可救药，你在怨恨吗？怨谁？梅博士已死，上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也只有几个人，我已经没有可怨的对象了，只有悔恨。我拾起的回忆越多，对自己的悔恨就为什么总是唯唯诺诺，为什么总是优柔寡断，为什么把选择都留给别人，为什么不随心所欲的战斗。苍玄和丹珠提出加速文明发展的时候，我明明知道这会产生无法预估的变数，明明知道这样有可能发生可怕的悲剧，但我没有拒绝他们的请求。我们不能预知未来，不能预知但可以避免。他们的职责是辅助我，不是吗？我当然有权否决苍玄的提案，哪怕在当时看来不近人情，可至少这些怪物不会产生。也是丹珠主动提出要亲自去弥补自己犯下的错，我可以强行要求他留下等我回来，我却没有这么做。错乱的蚩尤几乎毁掉了半个南海。我不明白，有战争就有牺牲，我凭什么会觉得这些平民的性命比我重要的朋友，比我的得力助手更重要呢？我为什么不放下别的事情，用最快的速度赶来消灭蚩尤，拯救我的友人？我必须将全人类的福祉放在首位。胡说八道。必须？谁规定的？梅博士吗？我干嘛要听他的话？这么多年过去，这所谓全人类的福祉又在哪儿呢？等我赶来，蚩尤已经被封印了，这儿就只剩这种臭鱼烂虾。也一直为此而深深懊悔，因为你就是我，我的痛苦你一定也能体会。瞧，我俩并不是不能相互理解的。别懊恼了，想想看，我这一生犯下的错又何止这一个？这是清查草原。是啊，500年前天命的远征军打到了这里。别找了，那几个小坏蛋我没变出来，
他们在这场战争里本来也无足轻重，犯不着给自己添堵。我以为你说的错误是指他们，当然也算，不过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。再说人都死了，他是500年前的人了。唉，可惜了，那孩子才是货真价实的怪物。他的事情你没有告诉凯文吧？他知道。哦，怪不得他这次出事对圣痕计划这么有信心，活生生的完美例子珠玉在前。嗨，不说别的了，你看这战场，这才是真正的战争，真正的地狱。蚩尤造成的灾害和两国之间的大战比起来算得了什么？但是要不是天命动用了神之剑，你我根本不会插手。这是什么道理？死的人多人少不重要，有没有崩坏反倒成了要紧事。这时候梅博士就不提什么全人类的福祉了。战争是文明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，它是自然的规律之一，我们对抗崩坏是因为它违背了自然。行吧，怎么说你都有理。你知道吗，这家伙就是一切的罪魁祸首，卡莲·卡斯兰娜。我在这儿饶了他一命，似乎还点拨了几句。他回到欧洲后背叛了天命，带着封印第十二律者的盒子逃跑。因为他的死，奥托·阿波卡利斯决定多活几百年。这小子夺权了天命，把欧洲搞得一团糟，又跑来神州捣乱。这个时代的崩坏进展可以说都是奥托一手炮制的。你我现在这么惨，他是最应该负责的人，还让他从500年前的纯情小子变成现在的狡猾人渣的关键转折就是这一天。要是那一天我们直接杀掉卡莲和挡在他面前的奥托，你不应该用后世倒推前世。哼，既然不谈以后只谈当时，天命将我们烛火之额的神之剑挪为己用，为一己私利多次发动侵略战争，甚至攻打你我发誓守护的神州，令神州生灵涂炭。这样的组织为何要留？就应该在此消灭天命，彻底摧毁这支远征军，夺回属于我们的神之剑，粉碎邪恶的野心。什么？你还不明白吗？看看你的所作所为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明白什么？我明白我拥有怎样的力量，我明白自己肩负怎样的责任，我更明白应该如何做到这一切，不靠梅博士，不靠奥托，不靠凯文和他的世界蛇。我浮华，我将用我的方式拯救人类，我将战胜崩坏。不，我不能让你这么做。你这人也太扫兴了吧。还没有发现吗？你并不是你宣称的那个人。又来了。唉，看你这么执着，我都不忍心点破。喂，你只是根羽毛啊，你要接受这个现实，不能一直欺骗自己。听好了，你并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，你和他完全不同，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疑点。好好想想，宇都城已经毁了，你只有几片羽毛的分身，为什么能操控意识和记忆制造？我和宇都城朝夕相处，身体留下了肌肉记忆。不，那样是不可能发挥出这么强的力量的。够了，你终于发现了。发现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发现，是你太烦了。区区一根羽毛，别对我指手画脚的。你的苏醒是有缘由的，一具没有灵魂的身体不可能凭空诞生出意识。闭嘴，你并不是在对抗崩坏。仔细想想，你的所有行动，破坏天命，攻击世界蛇，
其实都在执行崩坏的意志。不管你用多么正当的理由欺骗自己，行为是不会说谎的。你只会做一件事，那就是破坏，因为你是一个律者。你说我是一个律者，可是我一直的信念都是对抗崩坏，不是吗？难道崩坏会允许这样的使徒存在吗？一边拿取他的力量，一边向他高举反抗之剑。这个时代的崩坏与律者不同以往，你想要的例子是有的。乔伊斯、瓦尔特、提安娜都是以律者的身份与崩坏战斗。可那样的话，我是不是律者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重要的并不是你的想法，而是行动。在我看来，你虽然认为自己是为人类而战，但所做你破坏了天命与世界蛇，而他们是现实最坚定的崩坏对抗者。从你，我不会破坏逆商，我不信任他。他网罗了许多具有极高风险的角色，提亚娜、布罗尼亚、牙医和希尔，前三个都已经成了律者。你能否认这件事吗？难道德丽莎和希尔不也是极具潜质的律者素体吗？这一切很可能都在奥托的计划之中。我才不要成为奥托的棋子。你指控我是个律者，但你的证据根本没有力量。你想说我是个威胁，可又拿不出合理的说辞。我倒要问问你，你就一定是正确的吗？你说我脑子里的声音是崩坏意识在蛊惑，那你不是更可疑吗？你是连肉体都没有的存在。哼，如果说我们中有一个人是崩坏那边的叛徒，很显然你比我更合适。那绝不是我。我也能说一样的话，这种话有什么意义？你看，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销毁你，可我没有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朋友，你是另一个我，我喜欢你。我不会仅仅因为你得罪了我而杀掉你，这不正是我拥有人性的铁证吗？这只是你不知道自己是谁的证明。你留下我并不是因为什么喜欢，只是需要另一个人肯定你，支持你而已。真是的，跟你这个人完全没办法交流啊。是提亚娜和布罗尼亚，你不要把他们牵扯进来。谁说要牵扯了？放我们俩争执不下，除了给彼此添堵外，根本没有意义嘛。现在好办了，你看，裁判这不就来了吗？唉，你们花了好久啊。我都等得不耐烦了。哦，答案显而易见，我的朋友，凶手就是你。这是在战场上养成的习惯吗？您指什么？你的步伐，步距总是同样的长度，三又二分之一个脚掌，有条不紊。我猜想，也许你……您猜错了。推理是这样的，我的朋友，有真呢？我在哪里猜错？您擅长观察，但您不擅长分辨谎言。确实，推理的基础都建立在这。正因如此，你我才是最好的搭档。我什么也没有做，福尔摩作为你的助手。华生，我有。好啊，我作弊了。我指的是我作弊了。对我这样的破案狂来说，这简直是种要命的折磨。就像你说的，我太擅长观察，我的脑袋又太过聪明。恐怕您得解释得更清楚些。我知道凶手是谁。您总是能不
我甚至毫无头绪的时候，这不好玩，说实话挺让人丧气的。要是你提前，但最折磨我的是告诉我亲爱的华生。您知道了。大约过了两个案子，一开始我你看着每个案件，到后来我试过把这当作一场。